位于凯蒂亚洲城的西城御苑近日开卖，开发商表示，这将是投资人进驻亚洲城的最后商机。一起来看报道。凯蒂大学城商圈地理位置优越，需求火热。本周三，凯蒂亚洲城开发商联合地产负责人 Jocelyn 宣布，亚洲城内的最后一个商机，以西城御苑命名的 condo 公寓开卖。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比较high quality 的 living experience， 能够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这里用小额投资，然后又可以赚到大钱。紧邻凯蒂亚洲城和休斯顿大学凯蒂学区的西城御苑是有门禁的社区，从公寓步行可到达附近的大学、商场、餐馆和服务设施，让住户体验到城市的便利和城郊的休闲。 AMA 联亚营销联盟举行室内设计大赛，征召公寓房的内部设计，希望借此加惠买家，用比较少的投资将房子装扮成样板房的规模。Jocelyn 希望这里成为一个具有样板房设计的寓所。 In the future 我们就希望它这是一个 model home 的 village，然后因为旁边会有一些新的案子，一些游玩的地点来，所以这个地方未来会变成是一个景点的意思。公寓有三层，共48户，两种户型，一房一浴与两房两浴，售价从$2,200,000-$2,800,000，预计8月底竣工落成。目前联合地产正在与美南银行合作，推出外国人也可以购买的方案，只需要40%的首付，相当于不到$100,000就可以投资，而本国人购买首付大约$70,000，并且会有统合性的行销，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得，所以大家如果能够用20几万就可以买得到，千万不要错过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出来。更多信息可以联系联合地产，电话713-630-8075。新唐人记者易永琪，美国休斯顿采访报道。